美方官员的有关言论罔顾事实，公开大肆的渲染中国威胁。美方官员的有关言论罔顾事实，公开大肆的渲染中国威胁，鼓噪阵营对抗，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，中方表示强烈不满。美方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国际形势，定义中美关系，错误地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，是以自己的霸权思维镜向他国，是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严重误判。中方对有关的报道感到严重关切。关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岛，中方已多次严正地阐明反对立场。有关的做法严重开历史倒车，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，严重地加剧地缘对抗，已引起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关切。请菲律宾不要再吹牛了。那这件事情呢，第一个你也不过就是当代理人而已，那真正讲这句话的绝对不是你菲律宾嘛，绝对是美国。美国就是要拿提风系统来恶心中国大陆，但是恶心得到吗？恶心不到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我们刚刚才发生的新闻，我没有带图来。怎么说没有带图来？储币永暑美计包含了那个西沙群岛上面全部通通都有防空飞弹，大家知道吗？它那个防空飞弹不是露天的，它是活动屋顶的，也就是平常我们看到的是盖住的。一旦菲律宾你发射提风飞弹，无论是最接，例如说你从巴拉望岛这边打，那当然美济这里就可以拦截。如果你从本岛这边，你从吕宋岛本岛这边开始打，永兴岛也可以拦截。所以不要认为有这么一种飞弹系统就了不起了，只要出现锚就有盾，更何况你那个锚是旧的啊，怎么说是旧的？你的战斧巡弋飞弹是旧的啊，不是什么新玩意儿，吓死人的玩意儿。这个就是认知作战。什么是认知作战？认知作战啊，就是讲出来啊吓死人，但是实际上呢做出来哈哈笑死人了。对，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乍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